者吴佩桦台北报道，金矿咖啡培育人才，首度和中华大学进行产学合作，第一期班已有超过20名学生参与培训课程，逾万数将陆续到门市上班。响应政府政策，技术一年内通过考核后保障薪资 3.1 莫元，其他奖金利益最高有机会领到薪资的 20%。 金矿咖啡从南台湾起家，以一杯咖啡一份田野为理念，去年受到环境不佳暂时歇业21家分店调整，目前全台店数达52家。金矿咖啡副总经理谢颖汉表示，现阶段以稳扎稳打的步调深耕台湾市场，不会急住大举展店，重点放在培养人才，毕竟有足够的人力才能开店。提供完善的人才教育机制以及完整的晋升制度，金矿咖啡和中华大学共同打造为70周的课程，包括咖啡专业知识、手冲咖啡实作、门市经营管理等。第一期班已培训完成，业者组成校家，双方将展开第二期班的产学合作。此外，因应饮品市场近年掀起黑糖风潮，金矿咖啡针对冬季推出黑糖冻顶鲜奶茶，以台湾冻顶乌龙茶香为基底，搭配黑糖散发浓郁香气。另有草莓巧克拿铁新品，将巧克力与浓缩咖啡混合，加入了草莓牛奶奶泡，平衡咖啡与巧克力苦味，喝起来带有淡淡的草莓香气，十分受到女性喜爱。因应18周年，全台门市全品将18%折扣优惠，明23日最后一天。因应18周年，金矿咖啡全台门市全品将18%折扣优惠，明日最后一天。金矿咖啡提供金矿咖啡的草莓巧克拿铁，十分受到女性喜爱，售价 M70 元 L85 元。金矿咖啡提供因婴儿风潮，金矿咖啡推出冬季限定的黑糖冻顶鲜奶茶，售价 L75 元。金矿咖啡提供金矿咖啡和中华大学签订合作，共同培育人才。金矿咖啡提供